究竟是什么原因，就是令你做这个决定，怎样突然间不再分？其实就最重要都是遇到适当的人咯。咁遇到适当的人，咁再加上其实我是一个都好希望可以即系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去即系继续我嘅人生的一个人嚟嘅。咁即系遇到一个适当的人，又大家都有一个大家睇见的方向，咁我觉得我应该要咁做。都有好多朋友赞你咧，系呢个痴心情长见。系咩？系即系为即系之前都有啲有传话，即系都移咗啲女朋友啲生活费嗰啲咁样，即系可以为爱咧就付出一切。你自己有觉唔觉得呢个系自己系个痴心情长，即系为爱去到唔尽。我自己又冇即系作为第三者嘅角度咁样去睇过呢啲事，咁同埋咧就我系一个不断希望向前面努力同埋计划嘅人嚟嘅，咁啊过咗去嘅嘢，以前嘅嘢我又即系通常我只系记得好嗰啲，我又唔会即系将特别咩嘢即系成日挂住。咁就唔會啦，即係呢個係啦，即係唔想即係有太多嘅無論係任何一方啦嚇，即係包括埋外界嘅誤解啦，啊，即係我覺得冇乜必要啊，即係咁我當然祝福佢，希望佢都即係開心快樂咁。咁但系就到此為止噶啦，即系唔會話再啊有啲咩嘅邀請啊，或者有啲咩聯繫啊，即系我覺得對任何一方都唔係好公平嘅，即係包括係唔知情，包括係即係外界，包括係所有即係。愛護我哋嘅人，我唔想佢哋再喺呢個方向度諗或者係做任何嘅嘢咯。